当你正在路上走着，突然一个身着清凉的美女映入眼帘，大叔不由得心跳加速，眼睛也情不自禁的自动聚焦，正看到心头上时候，突然转角遇到爱。それでは、行ってみよう。话不多说，开始今天的幸灾乐祸吧。日本整蛊节目继续上演，今天请了100个群演，先请个衣着得体的辣妹吸引大叔的注意力。就在大叔以为今天中彩票的时候，群演登场，这才叫转角遇到爱。我去，这些都是美女的前任吗？吓得大叔直接飙出了刘翔的速度。关注我，解锁更多笑声。